我咪说我是天蝎，上那个这个影片啊，很有可能是刚刚猫咪影片发布时之后，不知道几分钟后才发布的。这现在这是下一集，我们来告上集预告，下次我会来拍开箱影片，实现了，也是跟猫咪一样啊，一样个宝箱，究竟能不能？也能不能会众英雄武装能力呢？我们来看看吧。先开大型宝箱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第一个没更新啊，那么我们来下一个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也没恭喜的。接下来是我们的压轴好戏，超级偶像，我们来开吧。哎呀，是武装啊！虽然我心里很生气。敢输呢？我这可以升七级呀、啊，拉夫七级啊，爽啊呀！罗莎有武装了。好了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叫你一个朋友赶快看。哦，对了，我是猫咪，刚才我开超级宝箱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害我气死了。我至少有武装。还有，我跟你讲，我超很官方。下集预告也是下集的开箱影片。但这个下集开箱影片是猫咪拍，但会有点久。因为我们还要存宝箱啊。对。好，我们下集再会，拜拜。